不是我非要改你的专业，你看你写这些玩意儿有啥用啊？都要读大学的人了，考虑问题一点也不现实，还是读一个好找工作的专业吧，多挣点钱。 去看大海吧，他说，去看他书写过却没见过的大海。你好，是519单吗？好，谢谢。每天30单，平均每单4公里。从我的脚下到海边，一共1460公里，车轮的纹不断变浅，丈量着到大海的距离。